中药，养肝补肾，好处多多。哪一种中药材不仅可以养肝补肾，还能够防止心血管硬化 ？A. 枸杞 ，B. 当归 ，C. 红枣 ，D. 你家已经卖了几年的中药了？应该有四五十年了，爸爸二十几年。家里卖了几十年了。可是我其实没有研究，我只负责吃。那也是个强项啊！有谁专长是吃中药啊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